拍照。哎呦，你一会儿搞一瓶矿泉水放到那个游泳池那里，我刚刚拿了一瓶。看到了没有？意外收获呀！看到没有？你们看到了没有？你们看到了没有？呼叫柠檬气泡水，你们看到了没有？那个泳池那里，我拿了一瓶水。我待了，我待了。你待完了？我待了。哪里有垃圾桶？给我吧。谢谢。给你，都给玲玲打我一拳。你长得就挨打的样子。看到了没有？刚叫你，你没看到。没有人呀，关键是，我在这里坐一会儿行吗？为啥不行啊？我坐在这里，我坐在这里给你们直播。你们又不那啥，我就坐在这里给你们直播。我不好意思，主要是我不好意思舔着脸去找人家，你们要知道，我也不好意思舔着脸找人家呀。我不能说你们可以出镜一下吗？这多尴尬吗？哎，真的还挺帅的，怪不得你们想看。他们可以合照，我不好意思，我跟他们合照，那美颜开最大吗？我哪里好意思合照吗？哎呀，我这都准备吃饭了，还整个意外收获呢。我这三个人的直播间里面，就是他的粉丝，你们就是他的粉丝，是不是？你们就是为了看他在这关注的我，真的是没让你们白关注，看到没有啊？你们看到没有？要不我让他给你们来打个招呼，主要是我也不好意思呀。是不是你们在他们的粉丝群里，所以你们才知道他们在住在了我们酒店里呀？这是那咋整啊？这个位置，关键是我也不能显得很猥琐呀。你找到我们酒店了，啥意思呀？啥呀？你找到我们酒店，你跟他们找了吗？我的天爷呀！柠檬气泡水。我怎么来这么多人？我他们直播看到了环境哦。你们，我靠，你们不干狗仔队都可惜了，你们怎么那么厉害？你看他们在跟谁打招呼，我真想让他们出现在我的镜头里跟你们打招呼，可是我不好意思，我不敢呀。你看人家在嘿，看到了没有？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这咋整啊？快给我点关注，不点关注不看了哈。进来的人都赶紧点关注，不点关注这个脚都挪不看了哈。快点关注，点关注才有看的哈，不点真没有了啊。还想看不？快点关注啊！还想看不？想看就点关注啊！快点点关注啊！他们想看我们的客人吗？那个帅哥吗？快点关注，快点关注！不点关注我真的下播了，走了哈！快点关注！我们怎么那么猥琐呀？快点点一下关注，大家好不好呀？怎么办？人生如梦，狮子，快点点关注呀！你们都不点关注，你们都在看啥的？你看20个人了，不点关注不给看，点吗？点关注，点关注！我厚着脸皮，一会儿让人家给我们打个招呼，可以不？在拍视频吗？他拍视频，他会拍完吗？快点点个关注，可以不？点个关注，你看进来了好多人都不点关注，不点关注就没有，你们快点点关注喽！快点点关注，快点点关注，不点关注就不给看。快点点关注好不好？快点点关注好不好？
哎呀，你们太无情了，我都举不动了，搞得我这么猥琐，我是一个正直的人呀，这咋整啊？我都准备吃饭，就准备下播了。什么？大家快点一下关注，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。哎呀，柠檬气泡水看到了没有？柠檬气泡水，嗯，我在为了你在这举着杆子，一会儿人家发现我了，怎么办呀？你看我在我直播间呢，朋友们，你们真的不点关注吗？嗯，来了那么多人，小姐姐一生平安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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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主要是我，你们上的人多一点，我可以说，哎呀，你们可不可以过来跟我们粉丝打个招呼？主要是你们人那么少，主要是不好意思呀。他们在开直播吗？他们在干嘛？哎呦哎呦，他们在干嘛？哎呦哎呦，这样能看吗？这能看吗？我在这里，嗯，你们看到了没有？一号，一号，要不我去吃饭，你来干那个活。哎呀，我们就坐在这里吧，坐在这里，人家在拍东西，我们就这样看着吧，我们就远远的看着人家吧，行吗？嗯，我们就这样远远的看着吧，你们也不给我点关注，你们可能知道人家退了房，你们明天就取关我是不？嗯，你们如果明天取关我了之后，真的以后有什么好事都不跟你们分享了，快点点一下关注。好可爱哟、哦，是不？你们是想看吗？石铁仔仔，你们就在这看着吧。也是我，是你来多少个人都给我点，我快点关注，我从那里绕一圈带你们，要不然我带你们绕一圈，从外面看，我们在屋里看不够直接吗？你们是不是他们的粉丝呀？嗯，你们是他们的粉丝不？哎呀，王大妈都来了，王大妈都来了。你说人要是很多的话，我可以厚着脸皮给人家讲，问人家可以打个招呼吧。你说你们就得八个人，我咋厚着脸皮讲呀？我也不好意思呀，啊？你说我不能豁出老脸呀啊！主要是我也不认识人家，我这也不好意思说话呀。你看人家，我拍不行吗？我技术比他好，我就是我不忙。告诉你，我们直播间那有关注的，好像都是找你的，他们就让我可以。刚刚从你后面经过，我直播间。我翻转一下啊，没事，你看。我直播间就九个人都是在看你的，好了，我的活来了，你们自己看吧，不关注我拉倒。我跟你说，我也有翻身的机会，告诉你干活挂了。我本来要下播了，我们老板让直播，我说我都没有人，哎，我主动邀请出战。谢谢。嗯，好了，要用什么拍？手机拍吗？我看一下。拍子拍吗？还是手机拍？用你的拍吧，我用这个吧，我用我的可以吗？我用，拍的应该不如手机拍的好吧？我看哪个地方光好。不瞒你说，我是真的。我来，我先看一下哪个地方光好一点。你过去站上。这边太硬了，那个光在头顶上。等一下，你来。直接用拍子拍吗？对，可以啊。我直接用手机
接拍就拍吧。要怎么拍？什么要求吗？从这边拍就好了。从这边拍？对。你要求是什么？我是不是要站高一点？没事没事，就站在这就好了。站这个位置。要不先省一下？对，我看一下。你可以先省一下。没事，你可以到时候你可以截掉，你怎么好看怎么来。你往这边再一点。我可以截走远一点，把我自己截掉。给你半棵我们的树放地下行吗？就在这里吧。就在这里是吧？对。哎，可以，直接点一下就可以了是吧？对。你确定你站那么远吗？我确定站。我是一人。好，我多给你们拍几张啊。我想说的是，你确定这个角度不会显得很远、很矮吗？是吗？是吗？你看一下，这个镜头里是看着是矮的呀。我甚至不想看到我自己。哦，可以放大一点，不用拍全身，拍个半身就行。是吧？我觉得这个不是太好看。看我看看，拍个半身就行了。这样。看一下横屏的。是吧？哎，这样子好一点。嗯。哎，这样子好一点。那就这样。行，那这样子拍吧。那就拍半身吧。你真的离那么远吗？我180吨，嗯，你看看，这样要好一点，好像。可以可以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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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满意可以重新来，没事，就是干这个活的。还行，还不错，还是可以选出一张来的，跟我们一样，拍100张选一张。我不是这样的人，我拍一张就一张。我们是拍100张选一张。主要是这个点的光不是很好看。我反正截掉，我可以看。没事，还可以重来，不收费，不限时。谢谢，谢谢啊。哎，没事。马上下播，不关注我，看到没有？出戏了，拍完照了，不跟你们聊了。我。啊？没事吧？好了，那你们有需要再叫服务员啊。好，拜拜啊，没事。哎呀，我要下播了。是叫米老鸭，你们确定他们的粉丝叫米老鸭是不是？人家去海边了，真的是。那我也不好意思去呀，人家去海边了呀。你看到没有，人家去海边了。他的粉丝就叫米老鸭，我这直播间十几个人，你们都是在看米老鸭是不？我都快晒成土拨鼠了，还米老鸭呢，赶紧点关注，你们14个人，我今天粉丝一个都没涨，我都不想领你们看了，我都伤心了。我看看啊，75个关注了，你后续看，那么晒，人家白的要命不怕晒，我怕晒啊。你确定他的粉丝都叫米老鸭是不是？啊，我从这里面来给你们看吧。哎呀，热死我了，啥没干，光带着你们跑这玩意儿了。走远了，他们走去海边了，看到了没有？挺好看的，怪不得你们如此疯狂，是挺好看的。哎呀哎呀，他们走去哪里了？他们在那边。那也热呀，兄弟们，我这要是再过去，我就太明显了，就显得我太不人性化了，就太那啥了。这咋整啊？快给我点关注啊！他要是刚刚还在这，我就说能不能过来给你们打个招呼。可是我现在有点厚着脸皮，我有点不好意思呀，主要是有点晒。你看这路程那么远，点了点了，哇，真的吗？你们真的都是他的粉丝吗？这多尴尬，点了点了，他们肯定会过去。我得先舔了脸去问问人家，都是他们给我出的活儿。对呀，我得等人家同意。我先问一下人家，真的气死了！谁让你说的这种话？不是我说吗？你看看，啥都写
拦着你起来，人要拒绝我就是你的事。我先问你，帅哥，是不是你的粉丝都叫米老鸭？对对对。是吧？就是他们出的主意，让我过来合影，说让我拍一个，说让我给你们合个影。可以啊。看到没有？你们就在这屏幕看嘛。我一上午啥也没干，就带着这一群人转。突然间，我的直播间就出来好多米老鸭。我在认真卖房的时候只有三个人，然后我说我要下播，你俩路过的时候就进来一群人。你把这个，我在这待着，我一会儿要下播吃饭，我不能白给你们叨叨一上午，扔那吧。随便选，你们可以选位置，没事的。没事，都可以，就在这里吧。可以啊。这样吗？还是就这样？这样。这样会不会太黑了？逆光的是吧？这里。从这边呢？从这边嘛，这光在哪？在那里啊。这边可能会亮一点。亮一点吧，我先找一个角度。我先试一下，我擦干净。好不容易照相，都怪你，告诉你，你不要那样照我，我站人旁边，我像土拨鼠一样。这边要亮一点，我们往这边站吧。那个亭子是不是不太好？这样挡着，这样可以吧？啊，这样就可以了嘛，玉姐。我点了一脚，你就好，你放好，然后我摁就行了。粉丝告诉我了，我要站得远一点，不许站他俩中间。我就这么摁了。我点点脚，你记得我跟他俩同框就行。哎，你进来呀？你没进来、我还没进来。这样行吗？我也点个一，你夸夸一顿按，又点赞。你拍到我了没有？拍到了呀，你跟刚才那个位置拍不到，你看一下。可以，要求不嫩。可以，谢谢啊、鞠个大躬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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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可以对得住你，我可以把他们关了吧？我都带了一群米老鸭跑了一上午了。人家听得到你说话吗？听得到，听得到，我有麦。你要给他们打招呼吗？那我反转一下镜头，可以不？对呀、你看看，真的是气死了！你看这十几个人全是米老鸭，二十个人了。等完了再收拾你们。睡午觉去吧。等完了再收拾你们。听到了没有？我就带着他们跑了一上午了，我告诉你。知道的以为我是干正经活似的，不知道的以为我这人那么猥琐，一上午都拖对上。好了哈，我已经满足你们了。谁要是下播把我给取关了，我就挨个的去搜他们的 IP。谢谢啊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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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了。哎呀，完了完了，满足了吧？我都给人家鞠了180度大躬，360度。你看，咱撇开人家两个看他们两个喽。不要看我，给你们看我的合影，来，我给你们看一下照片。不要看一边的我，就看人家两个。看到没有？这照片很好，很好 P 掉的吧你？我怎么要不要？早知道我也整个墨镜，看，来给你们再看。我的墨镜给你吗？他们俩戴墨镜了，你一个戴了，看到了没有？会发吗？我发给谁呀？会发回家，老公公给我打断腿，一把年纪还在追星。都怪你们。看，就不要看我了，看人家就好了。主要是海边的风太大了。哎，你不要说，人家是会照相的，不像我、学了很多就会选。耶，你看人家，看。对，他们站在那里就很会摆。发微博，发抖音，我发了干啥呀？关键我发了干啥呀？发了之后，我妈先给我打电话，然后老公打断腿。这个是镜头没弄好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有点模糊。你看他们两个，他就知道他站到他后面拍。就很好看，所以嘛，他们都说我不能把他俩分开。看你也分不开，就这么着怎么分？我说我钻个头，都是他们撺掇我的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没拍好，给你们看一个没拍好的试镜的照片。是挺帅的，他俩是挺好看的。好了，发了，我们去捡漏，捡啥漏？你捡啥漏？你们又想捡啥漏？你们这十几个人，我告诉你，我苦口婆心的说了。